这是饮料壶的点心。啊，我唔免。敢有白口味啊？那恁唔免，多谢。安尼哪会不爱食？不爱啊？啊，我有一种哦，乳糖不耐症啊，乳制品小可是歹吧？啊你嘞？你是不爱食蛋糕？我自细汉吼，只要食着牛奶做的物件，还是啉着牛奶哦，我就排不倒。我嘛是呢，以前伫好好时阵哦，迄营养午餐内底有牛奶哦，我拢袂当啉。老师哥没有我特济哦，叫我去做人活起。那恁你们是谁刚刚来啊？你活起时阵，规个面全牛奶啊！都是安尼讲。啊对了。啊！你去幼儿园是参加活动哦？嘿啊，对啊。啊你，你是伫遐大汉的啊？不是我啦，是我一个朋友，自细汉伫个幼儿园大汉，啊，互因照顾，我就想讲去街道相共。哦，啊！你拄只伫遐，看你遐着急，你找啥？你去讲足重要的，是足值钱的啊！一卡手指。哦。啊，拄只讲要替你倒找，你又讲无爱。我看咱今仔紧倒来找，若无用扣伊嘞。唔变啦，煞煞去啦。我滴卡这手机放起是一种暗示，甲我讲应该放手了。哎，明明伫林南梅冰山那熊熊变酸酸啊，变酸酸梅冰啊，是怎为呐？是酒里还纽波利顿杀手级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咱查甫人哦，伫个外口去走闯，不管偌尼啊拼，拼到偌尼啊厉害，化水会跟到，会到最后，拢会败伫个查甫人手头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即人若是要离开哦，伊会最早，只要伊卖外头甲咱加一嘴哦，安尼咱呢？多谢天公伯啊！是袂啦，啊，袂上好啦！我跟你讲，生到这年头，嘛免惊叫无女朋友啊，是不是？人伫讲迄什么啊？天什么草草草什么啊？哎，你是想要讲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对不？啊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！我跟你讲啊，咱查甫人只要有够飘飘，要对咱的查某人啊，鬼头拉裤啦，对不？你一表人才，个性好又够责任感，拄只跋倒险啊！许迄条铁条插着，你阁知影讲爱甲摕起来放喺涂骹，较免人去拄着。像你这样大心的查甫啦，免惊叫无七啦。你想要学落啊？还是接一电话？喂 ，Go， 你伫倒位？紧上来，有好事发生，有人要上来啊！你是讲单亲哦？不是伊啦，是子倩姐，伊回来啊！爸今仔日收到伊的邀请卡，讲要请咱全家伙来吃饭，爸甲阿妈拢足欢喜哦。子倩姐，刚才是嘞？消息这么久，奈何回来啊？哎呀，电话讲不清楚，你先回来就对啊。是安尼，加油啦！好了，我上登去了。歹势啦。啊，厝内底临时有代志，我先回去了。哦，厝的代志上重要，你紧等，你紧等。是讲迄子，你拄仔讲子倩姐是恁阿姊啊？是啊，啊，不过伊是我刚爸姑母阿姊啦。啊，自细汉出国读册，啊，即马回来我嘛足意外，所以才会讲我临时回去啦，袂使甲你开讲啊。好，歹势啦。我来，我来。无啦，这讲好是我爱请的。杀来杀去哦，无好看。就算讲我祝福恁一家团圆，好来。哎，好啦，你这里阿沙里哦，我不跟你客气啊。阿姆哥讲我好，我跟我请。我先来，好。我来宋凌峰这届讲的是真话啊，了然啊。会修尻川啊，才愿意讲实在话。哼，
啊，不过这林子倩既然是美华所爱查某囡，我着搁较应该配合宋凌峰，安尼才有法度甲美华所爱斗相共。我有任务要交代给你。这宋凌峰真正坐袂住啊，随时来讨救兵啊！有钱使鬼的下步，什么任务做你吩咐？喂，等等嘞，我杜君啊，顶个你讲希望有机会会用表现你的诚意，这句话够顺手吗？永兴饭店。嗯。真正是金陵一美集团的当人，袂歹。少波应该无欠少啦吼，无需要我一张一张算。你莫直接把我拍哪样啦？这件代志若是无处理好势，我真正会出人命的呢。哈哈哈！啊，你付我钱，那是叫我替你解决人命，你咧讲算笑？我无迄个心情，跟你一句来一句去啦。你给我看麦。是不是伊本人？放心，你给我相片哦，我看甲足详细，绝对袂误唔着啦。我即马给你详细看麦，这个是不是你要对付的林子倩？你就这么怕我，用这种阿婆来对付我。现在你要怎么说？等你被穿开变成水鬼了后，我宋凌峰这世人永远都不会受到你的威胁。你敢？我哪会不敢？起码变一时间而已啦。啊，你说你的人生活落去谷底的时阵，我无给你引起，你就要回来报仇。我现在就用你的命来换我的后半世人，这叫做负负得正。哎呀！紧甲伊杀落去，我等者阁有代志要无闲。宋凌峰，你莫回来哦！有听到吗？你莫回来！你想要做啥？啊！你是犯我，你敢知影？你敢放开？你敢放开？想要做啥？我牛头地右主，你若是要报仇，下去去找迄个歹查某宋凌峰。你搁爱讲遐尼侪废话要创啥？千块白好条，爱拍死个。我不爱。宋凌峰，你敢直接要搞害死？你若无死，就是我死啊！林子倩。永不再见。拍谁？怎讲？也是爱多谢你。做戏少的，
看伊是空的。你付钱，我办大事。咱两个无任何的感情，免甲说落去。有代志要无用，麻烦你先走。我该收的，我送。谁啊？林子倩，爱委屈你小弟来者，搁冻者，你即马吃海水，到时咱做一摆，用宋平峰的目屎来赌，一口气，咱做回土堂的。志汉，我的好心。我坚持遐尼啊久，就是为着要甲你相认，想袂到即马煞要死伫个遮。告诉查仔会安尼，我一定一开始就会甲你坦白，我是你的妈妈，志汉。我要洗拖鞋啦，你若要洗拖鞋，等我等下讲。拖鞋，先免着去讲话啦。你伫海水内面啊，浸了很久，应该真脆哒。先啉寡水再搁讲。我无识识你，你啥做要叫我？你不是已经准备好要跟你后生正式见面了？你怎会知道我的事？认真讲起来，我跟罗家算是有淡薄私人恩怨。既然你是我冤仇人的敌人，在第一届时阵啊，你嘛应算是跟我徛同边的朋友啊。你唔免想伤济，你完全无需要配合我什么代志。等时间到。我自然会上我家己的主场。你有啥问题啊？先上车再搁讲。拄只你差一点啊，都要含冤离开，我倒甲你后生小人仔，先一挂开啦。等去到饭店，你就要记啊、哦，永兴饭店才是你的主战场。袂歹哦，真有气势。准备好 baby， 替你家己讨一个公道啊！无，为着这天，我已经准备十八年。